简单介绍 OOTD， 帽子还是鸟的那顶易拉罐 ，T 恤是未知领域，裤子是 Nostradam， 今年春夏新出的一条短裤有八个口袋，然后鞋子是 Salomon 和 Gravity 的 Texonic。今天饰品基本都是酷二，然后这条链子呢是赵蓝天在这边刚入的，跟手链是一个系列，都是 Nostradam Canyon。OK， 现在这里是 Venus 的铜锣湾新店。那么这期影片呢，主要还是一些关于影视探店的分享。如果你想看更多香港本地的其他店铺或者其他类型的探店的话，我会安排在另外一期影片。买几杯咖啡。精神，呢度一部宝马。就是所有的 art piece， 即係我哋揾咗呢間公司做嘅一啲叫做拼木。咁其實我呢邊嘅鋪頭就會比平時旺角總店會有啲唔同。OK， 我們現在是在 Winvest 的旺角的總店。这有件五周年的 T， 大家看一下，稳马系的。除了铜锣湾会有的几个品牌之外，还有更多一些比较基础或者入门的一些品牌，还是比较多东西的，就是新的旧的都有，基本上这里很齐，所有东西都在这边。然后除了饰品之外，还有一些小摆件啊、艺术品啊，还有一些装饰，还有这种奇怪的大东西，这个好像可以送货上门，就如果你实力够的话。对，就是如果你定表带的话呢，这个用来测试你表径的，看你定多宽的表带，帅的一丑东西。呢条就最幼嗰条嚟嘅。嗯，这个几长一条？我呢条应该廿一寸。我哋就係做最 top 嗰五個 high end band， 五個牌子，係啊，就見泰朗啦、Horizon 啦、Long Ones、Bill Walletta 同 Gula Hollywood， 咁始終想做到最好。咁呢邊就係啲 Long Ones 一啲得意啲嘅產品咯，即係因為佢哋牌子見到我哋開呢間嘢，佢哋都好大 support， 就將一啲特殊嘅寄曬過嚟。你哋應該都算佢哋比較大代。其實我哋而家 Long Ones 我哋係亞洲嚟我嘅，即係日本嗰邊啲貨都係我攞過去，所以唔存在同行競爭嘅嘢。價錢啊，其實香港係最平嘅。但係因為有時候我哋管制翻日本嗰邊銷售，費事啲嘢嚟曬香港咧。我明。咁呢邊就係擺喺就見太郎嘅嘢，但係啱啱做完活動，即係正堂簽名會，所以好多都冇剩翻幾多。係啦，唔係話剩得太多。咁嚟緊呢一度，我哋七月一號就會直接變咗做一個展覽會。其實點講好咧？佢直頭收到係就見太郎以前唔掂嗰次咧，幫人做嗰啲嘢，所以呢個展覽係好有趣嘅。咁呢邊就係最後一個櫃，就係擺 Hasselblad 呢個牌子嘅奢侈品牌子啊，因為佢根本就唔係。一個銀色牌子，佢奢侈品 band。咁其實以肺炎之前佢係冇銀，因為佢本身係有個礦嘅。跟住另外我哋呢邊嘅 area 就係咩呢？多謝 Highland Park 贊助嘅一個 area。Whisky bar 係啦，咁我哋所有嘅客人都係可以享用呢度嘅威士忌。一入嚟我哋就自動遞俾你噶啦，係得嗰啲廿五三十年嗰啲誇張少少嗰啲係要一個叫做活動先可以開咯。哦，明。係啦係啦，咁其實另外到呢一間房咧係咩嚟嘅呢？
就再有趣少少嘅嘢。呢度就係傳説中嘅 Good Art 唯一一個可愛嘅 Family Room 咯。所以會嚟緊呢度就會有多啲特殊嘅嘢。你都知 Good Art， 你都好中意 Good Art， 我知道 Good Art 好多好特殊嘅，有啲例如好似你而家戴緊呢個啲 Cos Sofa 產品，我哋本身啲普通啲啦，係授權賣嘅，係啊，我哋都想賣，但因為佢驚佢拉神咧，佢好似淨係有 website 係啊 22K。因為其實中間有啲黑，我以為哦，佢其實呢個黑係咩嚟？好多人唔知啊。其實佢哋所有嘢咧都專登做咗黑㗎。哦，即係佢特登做咗氧化咁樣。係啊，其實咧牌子有啲咩特別？咁佢永久膠環鐵啦，嗱呢條手鏈喺度啦。其實佢哋個 quality 就係咁樣咯。有個技術佢哋冇公開好講嘅，就係、是、有個加壓儀器。咩意思呢？每樣嘢有分子排布啊。係。佢有個機加壓，令到所有嘢緊密咗。哦。咁佢嘅強度係啦，嘅強度咪會高咯。你玩咗好多牌子，你都知啦。一件嘅大小，但可能一樣大小 ，Good Art 係重好多。係啊，重好多啊！呢、這個就係佢哋一個嘅技術嚟。我發現如果飾物嚟講有個特色啊，好嘅飾物係一世嘅。呢啲嘢唔會話成嘅，係啊，好嘅飾物去到 lifestyle， 即係你用得舒服。其實唔係靚唔靚或者咩，係你用得舒服先係最重要啊。我都覺得有時同觀眾講，即係你願意24/7唔要大出，係眼都大住嘅，係可能呢就係生活啊嘛，係啊。一些稀有品的展会现在还在筹备中，再去看一下他们现在准备怎么样，等会马上就开始。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一键三连，我也没有关注，大家订阅了。大家好，我们是 Zero， 我是王，我们下期见吧。